商业报作者，电商均单店日销80万，盒马做到了。高手布局，在意的不是眼前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着眼于未来。2016年，首家盒马店在上海开出，结合盒马 APP， 用半小时物流给传统超市插上起飞的翅膀。但也有人认为他只是昙花一现的网红。如今，马云2年前经新部下的这个棋局火了。2018年9月17日，盒马首次公开了运营数据，开店 1.5 年以上的门店单店停销超过5万元，单店日均销售额超过80万元，线上销售占比超过 60%， 均远超传统超市。这样超高的平销和单日销售额，让全国至少几千万还在苦苦支撑的实体店店主情何以堪。据国家工商总局数据，截至2016年10月，全国个体工商户已达5800万户，从业人员 1.24 亿，私营企业2220多万户，从业人员 1.75 亿。而且在对传统商场的改造上，盒马也居功至伟。根植了盒马基因的大润发，仅仅用了3个月，单店日均新增线上订单1200单以上，单店月度销售额提升 10% 以上，单店累计新增年轻顾客2万名。不夸张地说，盒马模式正在拓宽阿里商业帝国的雄伟版图。而在此之前，中科院研究部门发布了2018年上半年生鲜电商 APP 排行榜。从排行榜来看，每日优鲜荣登榜首，新零售标杆盒马只位列第七。怎么看这个排行榜？其一，未来电商下半场将在生鲜电商展开，进入榜单的都是 VHJ 的嫡系或其所投资的公司，比如说每日优鲜是腾讯系，盒马是阿里系。这也说明电商下半场将在生鲜电商展开。其二，消费升级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最近拼多多、趣头条成功赴美上市，榨菜、方便面上半年的销售额放量大增，这些都给人一种错觉，消费降级时代来了。但是只要看一下每日优鲜这几年的成长，就会发现消费升级的刚需有多强烈。2014年底才成立的每日优鲜，仅用了3年，单月营收就突破 2.8 亿元，月订单量达300万单，这样旺盛的需求是传统电商都很难企及的。其三，这个排行榜误读了盒马。盒马之所以一开始就定位为先生而不是生鲜，到最后连先生两个字都拿掉了，本身就说明盒马的新零售野心不止于生鲜。把盒马拉到生鲜类中去排名，还一不小心排了个第七。这个排名不是说盒马变弱了，而是它太强了。但强大的盒马却发现，成立2年了，身边的对手越来越多了，对手没有变强。事实上，因为保鲜期比爱情还短，品质比女人的青春还难以抓住，传统的电商大佬一开始并不想挥师进入生鲜电商领域，以至于直到今天，生鲜电商没有明显优势的领导者。作为新零售的领路人，盒马敏锐地抓住消费升级的趋势，将生鲜与消费体验的新鲜感结合在一起，也引来大批的追随者。除了每日优鲜、京东到家、美团小象、永辉的超级物种、新华都的海物会、保利的 YOY、 黑白莲的 Riso 等，他们都有资本加持，对盒马带来一定的压力。比如说京东到家不仅有价格优势，送货速度还很快，每日优鲜不仅经常有券送，品质也还不错。其中最近刚获得 4.8 亿美元融资的每日优鲜，被认为是盒马最强劲的对手。每日优鲜最大的优势是它的暗仓模式，这种模式让每日优鲜的门店拓展速度更快，而盒马的门店规模较大，覆盖率本身受限。但是在其他方面，每日优鲜在面对盒马时几乎全面落于下风，比如说盒马的商品数量是每日优鲜没法比的，这也是如果同一个社区既有盒马也有每日优鲜，盒马一定会是第一选择的原因。再比如说在配送体验方面，
盒马的大数据配送更精确，盒马在配送成本和速度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特别是对每日优先而言，噱头营销是其发展初期快速扩张的利器，现在却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最大因素。如果没有活动推广，每日优先如何像几乎不做广告的盒马那样吸引流量？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盒马周围出现了一把又一把的对手，但还是没有一个能威胁到盒马的。就像马云断言的，学盒马者死，毕竟盒马的血液里流动着阿里的零售基因，特别是在大数选址、周边用户分析、消费体验、支付方式创新等方面，是任何一个模仿者都学不来的。新零售下一站在哪里？但是现在也很难说盒马模式就是新零售的全部，也很难判断盒马的网红效应还能保持多久。其一，成本和消耗太大，模式很难输出。盒马店的店面动辄数千平米，往往还是开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如果不能及时清货，会造成极大的成本压力。这也意味着如果大数据处理能力跟不上，成本消耗太大，这个模式很少有人能玩得下去，即使玩得下去也很难输出。其二，利润增长和增加店面相互制约。按照盒马的模式，想要提商单量，就必须通过增加开店覆盖更多受众，但问题是盒马店的成本本来就大，如果覆盖太密集，会影响到善店盈利。但毕竟盒马的超高坪效和单日销售额摆在那里，如果盒马的这套神奇打法像改造大润发那样应用于全国数千万家零食实体店，将会产生多大的示范效应。在实体店纷纷倒闭、电商红利逐渐到顶的今天，盒马用它的运营数据清晰而坚定地指出，新零售的未来永远为那些勇于改变的人而准备。 And